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粉丝专业，欢迎大家订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快两个月了，那我们在这个战争中观察到，双方都进行了激烈的资讯战。我们今天特意请了沈博阳教授，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俄乌战争中相关的资讯战的情况。那博洋你好，主持人好。 嗯，是吧，先生？好、啊，你好。这个呃，谢谢你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呃，好几个月以前有谈过资讯战的问题，那是中共对台的资讯战的情况。嗯、那这一次，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我们注意到双方的资讯战也是非常激烈啊。嗯 呃，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和乌克兰的很多官员，他们在这个透过国际媒体向全世界喊话啊、呃。这两天泽伦斯基还去安理会做演讲啊、呃，他们的宣传效果非常的有效，非常的惊人啊。你你你从这个观察这个乌克兰的呃。 总统和他官员的这个资讯战的角度来考虑，呃，你觉得台湾的领导人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嗯，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这种资讯作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成战前跟战时。嗯，那我们平常台湾面临的比较是战前的状况，是那现在变成是热战。 那热战状况，我们应对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嗯、那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他们跟我们比较相类似的地方，譬如说，像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假消息。嗯，那但是因为我们每天两点都有一个记者会，所以人民已经很习惯说，OK，那我就是两点的时候，我那边有一个官方正式的一个管道，我可以得知到正确的消息，所以他会比较安心。 那现在乌克兰的总统其实做的是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大家有这个基础的信任，所以他知道说，即使现在是战争，我每天的哪一个时间点我可以得到正确的消息。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当然，嗯，不不用不用说学习，应该是我们平常期就已经有建制好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我们会比较呃弱势的地方是，假设这个信任机制平常是没有建立的。 比如说，我们对陈时中不信任，或者对蔡英文不信任，那即使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就算他讲了什么话，大家也不会相信嘛。那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他要打击我们平常的一个机制，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去打坏我们对于领导人的信任。那你对他有所怀疑的时候呢，即使在战争爆发，他定时的也告诉大家，就是现在正确的讯息是什么，你也不会去相信。那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这其实跟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个战争的操作有关系。 就是他们一直把这个战争当作是两方的责任，甚至当作是乌克兰的责任，嗯、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不断的用反战、嗯和平这样的一个论述。所以，我们前阵子也看到中国有时候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这样比较含糊的字眼。嗯、因为反战这一个名词，它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谬误，就是照理就是战争是两边才打得起来，嗯、一个巴掌拍不响。乌、嗯、克兰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俄罗斯才要出动。嗯、所以。 中国其实对台湾的逻辑一直也是如此，他不断的用和平的一个诉求去诉求说台湾你必须要去追求和平。嗯、那作为台湾的这个应对，如果说我们不断列入和平这样的一个字眼，说哦我们要譬如说签和平协议啊，我们要和平发展啊，那其实就着了他们的道，因为他们才是入侵的那一方。那这一个论述如果在平常就已经培养得很好。 那在战争的时候，大家就会很习惯的认为说没有错，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接受什么条件，让这个战争赶快平息，然后让人民不要死亡，这才是我们一个国家总统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乌克兰在这呃从一四年吧，克里米亚被拿走之后，如果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是落入这样的论述的话，现在他们资讯战就不会打得那么漂亮。所以对我们来讲，能够学习的地方，应该就是在战前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于呃这个。 领导者的一个信任机制必须要建立，然后还有我们对于和平这样的一个字眼必须要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大概是我们目前可以跟乌克兰学习的地方是。是这个，实际上乌克兰过去三十年来跟俄罗斯签过好几个和平协议啊，他 <laughs> <对>并不是没有签过和平协议，但问题是俄罗斯根本不遵守他的和平协议，嗯、那随意的入侵乌克兰啊，嗯、那这个呃，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上的问题，特别是开战以后，呃，我们注意到乌克兰这个国家。 它的网络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呃，成为抵抗俄罗斯军队进攻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嗯嗯这个呃。 实际上有点惊讶的，因为乌克兰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它它实际上呃整个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它的这个网络能够那么强大？俄罗斯、呃、没有办法让它摧毁。俄罗斯虽然说发了很多导弹来进攻它的这个通讯设施这这类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设施，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效果。呃。 可是台湾，我我自己反而是经常碰到网络断掉的情况啊。我们的网络很发达啊，这个这个全世界可能在五 G 方面都属于比较领先的国家。可是经常呃，这个台北是会断网这种状况。嗯，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乌克兰的网络这么强大？我觉得这个呃，这个有好几种说法。那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也不确定说哪一个说法是最精准的说法。但是比较合理的说法，第一个就是。 其实俄罗斯在一开始，它是有去攻击所谓的网络系统，它甚至连卫星的系统都有去做干扰。但是，其实按照乌克兰自己官方的叙述，它这个干扰的程度其实非常的小。那为什么没有像大家预估的，一开始就做大规模的一些网络攻击啊等等之类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这个部部分的攻击，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军队在进入到乌克兰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去使用这些基础设施。 他必须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来彼此做沟通，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乌克兰很有名的一个组织 Bellingcat 哈，他当时在这个 Twitter 上面也有讲，就他们在俘虏俄军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使用的这个加密通讯系统，如果不使用乌克兰当地的网络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这就是变成说，如果他今天把这个基础的设施完全摧毁的话，到时候他们士兵彼此要做沟通会出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基础设施的攻击是有。 但是规模不大，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嗯、那所以乌克兰这一个他们的这个 IT 的部门，他们就有讲说，至少在第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时间去保护最关键的那几个基础设施。但是因为譬如说，假设我今天他的网络他是自己可以去替带譬如说他利用类似像这个 s t a r l i n g 那种这种低轨卫星的方式，那。 我假设把一个城市占领下来，然后我驻扎在这里，我用我自己的网络，这样是 OK 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设今天是俄罗斯有攻打下来的城市，那个网络现在是全断的，连手机的讯息都出不来的，那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因为不移动的状况之下，他自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网络。那他如果说今天要在移动的状况之下，他去摧毁乌克兰的网络，其实他对自己是。 会有伤害的，这可能是目前最重要。为什么乌克兰的网络没有断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们的工程师的团队非常的强大。那目前这个其实已经有好几个类似纪录片都有去记录他们这个工程师的日常，就是不断的去修复，而且在这个两百多个这种避难的点，都让这些避难的人可以随时可以上网，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譬如说现在哪里有警报。 然后哪里有物资，我什么时候应该出来领取？然后现在如果有什么危险，我现在应该躲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络畅通呢，其实让他们是呃在。 应对战争里面，即使是以民间来讲变得比较方便。那我还有看到另外一个蛮重要的说法，我觉得也比较合理，就是因为俄罗斯在这个第五纵队的一个培养，当然是不遗余力了。那第五纵队跟他们之间的沟通更需要依赖当地的网络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大规模瘫痪网络的一个现象。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他们其实有做，但他做的不是基础设施，他在开战之前呢大量的。 去做一些哦瘫痪攻击是瘫痪他们国防部的网络啊，他们官方的一些网站啊，这个是中国在开战之前去攻击乌克兰的地方，所以像这种在软体上面，哦或者说在界面上面的这个攻击，这个一直都存在。但基础设施的攻击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自己要使用，所以最后并没有发生。所以就是报道说，乌克兰情报部门这个确认，中国在开战之前一、嗯、直到开战前一天，嗯、都在中国的。 等于是电脑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的网站，这种状况啊，嗯，你觉得这个东西长远来说会有什么影响？而且中国为什么在开战以后就停了呢？不，我估计是他们是俄罗斯拜托他们，<laughs> <对>他们那个黑客技技术比较强啊，<laughs> 嗯、拿钱办事嘛，<laughs> <对>就是说没有中国五毛多，对，没有订单来的他们就不会办了。所以，所以我估计这是、呃、等于说克里米二零一四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其实就俄罗斯他通过这个信息战嘛，<是>取得。 个巨大的成功嘛，是。那么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学到了怎么做嘛。嗯、我我真的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说怎么能够呃让自己的声音话说出来，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历史上很多次政变啊，比如比如说中国的一九七六年的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嗯，也是派。 就是军队嘛，耿彪带着军队先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它控制住，嗯、就是不让自己的对手把声音发出来嘛。嗯，就是前不久土几年前土耳其有一次政变也是嘛，嗯、对，造反的军人先去占电视台，嗯，然后就不让他说出来嘛。嗯、那么这一次，按理说真的就是说，如果说泽伦斯基的声音没有出来的话，这个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一次，泽伦斯基不但是自己在国内，而且向全世界天天说、嗯、到处说嘛。嗯，我觉得这一点是。 是、呃、怎么说呢？是俄罗斯的他算错的一一个盘算嘛。嗯、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呢，并不是单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是乌克兰后边有巨大的全世界、嗯、有美国北约在一直支持他嘛。嗯，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我想这些网络条件可能是用巨大的团队来保障他可以跟全世界通信嘛。 <对>这这点我觉得是很强啊，这这这跟那个大安去你家不一样，人家是全世界重点保护的，<laughs> <laughs> 让保持网给畅通啊。我觉得这次怎么说，泽伦斯基做的很好的、就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它的信息量发出的有完全不同的就是。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话，外国记者是可以随便采访的，是，就是像我们报社记者也进去，很多的记者都进去，还有很多自由的记者进去嘛，嗯，当然会出现很多的对乌克兰也不利的消息了，嗯，这个我们有看到嘛，也有很多是、嗯、记者就是支持俄罗斯的嘛，嗯，他们去，比如说温克乌克兰的有的军队里面去，哎、嗯，说这到处都是什么纳粹的标志啊，嗯嗯、这些人是被纳粹洗脑了怎么样？嗯、这种对于乌克兰不信，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不是很友善的消息也能传出来，嗯，所以有些人拿出来说。但是说相反的话，比如说哪里有出现什么事，你全可以看到嘛，嗯，所以所有消息都出来以后，你的消息的信任度就提高了嘛，嗯。相反，俄罗斯出现什么？俄罗斯他战争一开始的话，他国内修改一个法律，嗯，只要你传出谣言去，嗯，判十五年嘛，嗯。那么所以说，全世界住在俄罗斯的记者不敢说话了，嗯，因为是不是谣言是他说了算嘛，对。 所以说俄罗斯一开始前几天说反战游行啊，这什么抓个几千人，就是后来消息就没有了没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不让说了嘛。对，我说抓个五千一百人，他说我抓个五千一百一十一个人，你造谣抓十五年，这这个成本谁受受不了嘛？所以俄罗斯的消息传不出来以后呢，所以反而呢，就是你不让他对凡是对俄罗斯不利的消息你都不许说了，但是说他自己官媒放出来的那消息，大家也不相信了嘛。对。 因为你不让你对你只只是你自己讲的嘛，所以俄罗斯他这次说发出很的声音，在全世界不被相信的，因为他并不开放嘛。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战争的话，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一个言论自由和言论管制的一场战争啊。对，所以说言论自由这方，他能够在战场上，当然这个乌克兰也传了好多假消息嘛，嗯、很多图片都是摆拍嘛，我们现在也知道嘛。嗯、但是说这个基本上对乌克兰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嗯、是就是这个资讯战是不对称的啊，那最本质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呃领导人和政府的信任度啊有有问题。那这个呃所谓民间的力量的重要性啊，我们有看到很多这个民间的商业卫星啊，还有美国的啊 SpaceX 的马斯克的这个所谓新联系统的。 提供的服务，能不能介绍一下？呃，马斯克的新联系统对乌克兰的帮助到底具体是什么样？呃，应该是讲，就是说这种低轨卫星，它能够 cover 的那个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他当时在设计这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是让，比如说像偏远地区的人，他们没有网络，那他们可以自己用天线去收取这个卫星的讯号，然后来使用网络。而且现在其实速度越来越快。 那这种事情，如果说今天太多人在使用的话，其实是一样嘛，嗯、会塞车的。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他今天使用这个 Starlink，然后想要说 cover 这个整个乌克兰，其实不太可能。嗯、但是在临时来作为一个使用是一定可以的。嗯、那因为就像前面我刚刚讲的，乌克兰的网络其实是没有断的。嗯，所以对他们来讲，新链其实是有点像是 Plan B。 就如果说今天这个有些地方网络没有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星链的这一个系统。嗯、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星链它是需要天线来接收。 所以天线本身的位置反而会变成攻击的点。那这个在俄罗斯之前的这个其他的在其他国家的攻击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知道，至少以俄罗斯的能力，它是有办法是直接找到这个天线的位置来做破坏。所以反而人民必须要去注意说，如果我有这个天线，那在这个附近有可能是危险的，我必须要去知道。所以这个也是算是它的一个劣势了。但是不管如何，本来网络的基础设施本来就是一个攻击的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一个。 呃、嗯，马斯克他他提供这一个训练系统，其实，在台湾我们。 一直以来，其实有很多家公司也在发展类似的，全世界应该也有大概四家公司哦。嗯、那他们现在，因只是说，因为它的特别有名，是因为它已经发射了大概两千颗了嘛，它预计大概发射一万多颗。嗯、那台湾毕竟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嗯、所以我们网络的我们海底电缆段的话，其实威胁会是比较巨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低轨卫星的一个发展技术，对台湾来讲，目前当然是非常重要。那、嗯、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本身会成为一个攻击的。 攻击的这一个点，所以像我们所知道的，像现在呃，我经忘了那个在东南方的一个城市，不是已经被包围了吗？嗯，那一个是第一个电话也断了，然后连工程师都死了，然后连 Starlink 现在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嗯、就是因为它。 本身也是被破坏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说，假设譬如说一般民众无线电波的使用啊，或者说今天网络全断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查核事实？那如果不能查核事实的话，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这都是以台湾来讲，我们在平时就应该要有相关的训练。如果不够的话，反而是在当时会产生极大的恐慌。那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网络上的。 假信息和这个假造的图像的问题啊、哦，嗯、那这方面俄罗斯的网军历史上都是非常强大、非常厉害、非常擅长于散播假信息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有看到很多乌克兰人，他好像是自发的在网络上来散布，用他们自己手机随手拍的这些啊、呃、影像啊、呃、放到网络上，好像效果也很强大嘛。但你呃。 觉得这个一般老百姓自发的在社群媒体上参与这个资讯战的这个过程，你觉得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启示？ 这个台湾的这个网民其实也是非常多嘛，非常活跃，非常活跃。但是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是跟中国开战的话，嗯、我们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更活跃的群体是小粉红嘛。嗯、那他们的量，你说共青团那个八千多万人，嗯、一人发一篇文章，大概就把台湾淹没了。嗯、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劣势。那乌克兰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二零一四年一直到现在，其实俄罗斯在网络上的操作是非常成功。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他的这个战前跟。 热战就是战争当时的操作方式，我们是不能够来做比较的。嗯，所以像俄罗斯为什么在战前，哦，就是说在这个战争还没爆发之前，他在 Twitter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的操作非常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利用了这些社群媒体的盈利模式。他知道你怎么盈利，他知道你怎么下广告，他知道你的演算法，他也知道你。 不想要改变这些事情，嗯，所以这就是变成说，他在这里面创造这些回声效应啊，好创造同温层啊，这个社群媒体是愿意迎合他这样做，嗯，反正我可以赚钱嘛，所以比较关键的反而是，如果在战争的时候，所有的社群媒体还是觉得说，我就是要赚钱，反正我的模式就这个样子，呃，俄罗斯在里面做操作，我也不想管，那一定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偏偏就是这些社群媒体在这个当下，他们选择了，我就算这两个礼拜，我这三个礼拜不赚钱。 我还是选择了我把俄罗斯的讯息 block 掉，或者我选择把他的网军曝露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价值选择的问题。如果说今天乌克兰他平常在价值选择上面对于自由民主的宣称是不断持续的，那这时候你也是给这些社群媒体很好的一个理由，说，哎、欸，我站在自由民主正义的这一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去协助乌克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所谓假消息的扩散这件事情，等于是西方做了大量的助攻，他让。 乌克兰当地，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剖讯息，但就像我们很多人剖了一个讯息，可能一天可能三个赞、五个赞，就是根本就散播不出去嘛。所以，社群媒体如果在这边不做一个协助的话，这些讯息是完全没有办法打开市场的。所以，社群媒体在这边所占的一个位置，他愿不愿意在这边说我不赚钱，我来帮忙做？那其实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我们看到社群媒体有点分裂。 分裂的原因是说，譬如说，我以这个 Twitter 跟 Facebook 来讲好了，嗯、你会发现在英文世界，他们的确站在乌克兰这一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东西很快可以打出来。嗯，哎、欸，在中文世界好像看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是之前有一个这个，你看在新加坡的舆论市场，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的舆论市场，在台湾的舆论市场，其实有非常多中国所制造，把俄罗斯的讯息 copy 出来，还上繁体中文字幕，然后大量的在这个网络上做散播那因为他们的主轴一开始就是我 block 俄罗斯。 那他没有想要 block 中国，所以中国把这个讯息散发出来之后，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效应。那不是只有在中文世界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像葡萄牙语系的国家、西班牙语系的国家，我们在各国都有很多合作的组织嘛，他们也有跟我们讲说，在他们的这个言论世界里面，只要换了一个语言。 你在那个发现，社群媒体没有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也不是说他们双面人，应应该说他们在英文决定了做了这件事情，但在其他的语言没有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在看其他语言的环境，你会发现在很多国家反而是有人比较偏向俄罗斯那一边。好，譬如说我们在巴西的言论市场，在委内瑞拉的言论市场，你就可以发现社群媒体做了不同的选择，那你就可以看到当地民众所吸收或接收的那一个知识就是完全的不平均。 所以，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呃平常客与社群平台的一个责任，或者我们在跟他们的沟通，还有我们在外交价值上面，我们到底是占了什么位置？这个全部都会影响到战争的时候讯息怎么做散布。嗯、这个某种意义上是等于是说，像 Facebook、脸书或者是 Twitter 这样，他们在各个不同的语种底下有实际不同的控管的人员，那可能这个控管人员本身的价值取向。 是有点偏向俄罗斯的，或者偏向中国的。比方说，在所谓大中华地区，他们的这个脸书的控管人员就比较偏向中国。那因此，中国方面啊传、呃、出来的这些对于俄乌战争的这个网络宣传战，他们就比较。 帮他 promote 或者允许他散播、散播，那反过来，这个反对俄罗斯的信息可能就比较出局率就会比较低，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像呃大就是在这一个所谓大中华地区的负责哈，最主要在新加坡跟上海。嗯嗯、那平常他们对于一些中国的内容农场，其实他们是有想办法在挡的。嗯、那为什么？ 我们还会看到，有时候很多人，大家只要稍微呃，这个反对中国的言论，反而可能会不见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跟他们市场其实有点关系，因为毕竟要审查那么多的言论，到最后都还是必须要借助 AI。嗯、那 AI 本身在训练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会中文的人来训练。 那这个通常来讲，很多都是外包了，他们不会自己做，因为我要还有那么多会中文的人很麻烦。那这就是几率问题，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会中文的人，大部分就会找到中国人居多了，或者中国的公司。那他们在训练这套系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把他们的认为的敏感词啊、关键字啊带到这一个训练体系里面。那即使你现在觉得说，哎、欸，我要转向。 我有些东西，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战争的部分，我们应该要做什么调整？但问题是你那个基底本身已经在那一边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大家很多人在使用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讲这些反对中国的言论，怎么那么容易就被阻了 <laughs>，就是那么容易就被删除了？我觉得蛮大的原因是因为如此。我觉得也也是啊，就是蛮很奇怪。我在我现在主要是看的就是中文的和日文的这个社交媒体，那么。 基本上，我觉得，当然英文的基本上完全是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可以看到。但是中文的话，我觉得类似将近一半一半啊。嗯嗯，就很多的，比如说前不久那个布查大屠杀出来以后，那马上就有很多条质疑的嘛，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四天没有发出消息来啊？为什么好像人那个那个尸体的什么手腕动了一下，好像坐起来了嘛？那个其实都是很容易，就是全是谣言啊。 就是都是，比如说是水滴或者镜子反光造成的错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四天没有消息没有出来也都是假的嘛。其实一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消息出来，嗯，但是说这些制作的应该是俄罗斯制作的啊，他认为这个制制的，但是中国马上就大量的把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以后呢，把这个消息传到台湾、传到新加坡呢，这个中中中海外中文圈中文圈里，但是说到日本呢，很多人我觉得日本人。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但日日本我认为是七三左右了、啊，百分之七十支持乌克兰，百分之三十支支支持俄罗斯的这种呃，其实吧，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审查的人，另外一个是制作的人啊，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我每个人都写一句啊，我们需要和平啊，战争怎么样？我我批评俄罗斯，就是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人才，你写的文章不吸引人的话，你的文章是没有扩散力的嘛，嗯，那新闻你要你要。 写一条新闻的话，你要制一个新闻，你要诶必须有自己的逻辑，让人看完以后觉得你非常有道理的话，大家还才会传播嘛。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中文的圈子里边有一群专业的人士，在中国，他因为他要说服自己国民嘛，嗯，他制造的东西就有人给他复制出来，把它传出来了。嗯，就是说我我觉得这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它是，所它主要目的其实我认为它不是对海外扩散，而是。 中国的政府，它在国内是支持俄罗斯的嘛？对，它要找出一连串的这种消息来佐证自己政府的判断是正确的嘛？对，这些消息通过就是变成了繁体字或者变成了日文，有有一些传播。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是有一个制造假假消息的家伙，而且这个家伙很有能力，才会出现这种真。这个很明显，因为最近连着呃，《人民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叫中山。 嗯、啊，这个这个笔名嘛，啊，然后发了一连串的，就是说攻击美国，说这个俄乌战争的、呃、祸首是美国，是因为美国这个要搞北约东扩，导致了这个俄罗斯不得不奋起反抗啊，这样的一种逻辑。然后呢，呃，跟着就制造了一连串的文章，然后这些文章的说法，我就看到台湾的有些呃。 名嘴就开始复述啊，然后就开始引用。那这种这种这个农场文就是有一个源头的，这个源头都来自于人民日报啊，当然就是来自于中国政府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骇客的问题啊，我们有注意到乌克兰政府呃，实际上是他的那个所谓副总理，他的最年轻的这个。 资讯部长啊，他有号召全球的骇客对俄罗斯进行网攻，好像得到了很多响应。听说全世界最大的骇客组织匿名者，好像也取得了蛮大的成效。他们曾经一度入侵了俄罗斯的中央银行。呃，就你观察，整个这个所谓骇客对于俄罗斯机构的进攻。 成效怎么样？嗯、<哼>那如果发生中共对于台湾的入侵的这样一种状况的话，嗯、我们能不能也请这些骇客来帮忙？因为骇客其实就是一些骇客最主要主打就是独立的精神嘛，嗯，所以就是说能不能够号召，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有没有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呢？那如果有的话，他们当然是自然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因为匿名者他其实是一个。 呃，作为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去中心化的组织。其实任何人其实都有机会自己去宣称自己是匿名者。嗯，那匿名者其实我觉得，呃，应该说整个骇客在对俄罗斯的攻击，我觉得更多是以宣传意义为主。那这个宣传意义，譬如说我今天取得俄罗斯士兵的个子，那这个其实对于前线的士兵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嗯，所以当他们今天资讯被透露出来的时候。 乌克兰就可以用这一个当做是，它其实是新战的一个手法，对于俄罗斯的士兵做一些士气上的打击。所以可以看到，其实乌克兰相对应的在骇客攻击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开始说哦，他们会成立热线哦，让这些俄罗斯的士兵可以打电话回家哦，反过来也可以让俄罗斯里面的人有办法可以找到自己的小孩是否安全。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新战模式。我觉得那这是我们台湾目前比较没有面对的是，是因为我们比较多面对的是这种舆论战哈、哦，是以 public opinion 为主。那 我觉得像这种黑客的攻击，其实台湾的黑客算是非常的强大。当然，中国的黑客也不弱。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像俄罗斯的黑客、北韩的黑客跟中国的黑客，他们三常三个是平常互相常常彼此支援。那中国的黑客虽然第一个量大，第二个就是其实中国黑客的成功率是高于世界平均的。如果世界平均大概是两成左右的话，中国黑客的这种瘫痪攻击啊，哈，或者说取得个资啊，是将近四成。 所以它的量大，成功率也高，这个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譬如说，我们对于基础设施本身的一个防护，其实说真的，如果是以十年以前，台湾的治安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差。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很多专家学者进入到政府部门之后，其实我们这一块已经慢慢起来。那台湾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治安公司，或者说有些是台湾的公司，但其实在日本设公司。那这些公司其实对台湾的一些治安的一些教育，还有对我们这些。 一些非营利组织，因为非营利组织很容易跟政府，因为当我们在外交上面，政府是很容易就是没有直接的外交关系，只好靠一些基金会啊、非营利组织啊去跟国外来做沟通。所以非营利组织其实有时候很容易就是取得政府的一些机密资讯。<是>但非营利组织在台湾常常对这一个治安的训练是非常不足的，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常常在骇客的这个攻击之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台湾的一些骇客。 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他们是免费的，都会帮我们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做健康检查，然后帮他们看有没有被埋后门等等之类的。那像我自己也是啊，我这个学校的这个信箱是因为学校大家知道学校的这个。 自自安系统其实非常的贫弱，我们还在使用这个 Webmail 的一个系统，那是一天到晚被攻击，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在使用。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一些蜜罐，就是哦呃，像中山大学也是，他们长期埋伏在里面，就是为了取得这些台湾在地的跟政府之间的一些机密资料。那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就必须要去防范。是这个这个问题确实也是很重要，我们台湾可能要观察这一次。 战争中双方骇客的这个情况，看看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启示，有什么需要本身加强的啊？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有说到，这个整个战争一开始之前十天，中国的骇客对乌克兰的攻击是规模非常之大啊。那当然，如果中共要决定。 打、啊、台湾之前，呃，也不用打了。他现在就是每天对台湾的骇客攻击就非常的厉害。<laughs> 那怎么样能够做一些反制？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啊。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像脸书啊，像推特，这个对于俄罗斯的官方的贴文，或者至少在英文的层面是有些限制的，但是对中文的层面呃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有提到整个中国的呃资讯啊。呃 从中国出来资讯比较偏向于帮助俄罗斯啊，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整个过程？中国是怎么在配合俄罗斯的？在资讯战方面，嗯，呃，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历史来讲的话，嗯、他们已经合作过非常多次。嗯，所以我举一个跟这次战争有关，又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例子是，当时在反送中的时候，嗯，俄罗斯的媒体有去做乌克兰怎么去参与反送中。 所以这个梗其实埋得非常久，就是乌克兰的这种所谓的新纳粹分子，他们进入到香港，然后跟 CIA 一起煽动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的暴乱分子，然后呢造成中国内部的动荡，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做了连接。所以俄罗斯的媒体那时候一做报道之后，中国马上就把它做翻译。 然后就说引述这个俄罗斯外媒的报道哈，所以这个呃这个香港其实是外部的势力的一个介入。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反过来，譬如说中国的他们会自己会去投一些俄罗斯的一些小的新闻平台，他投稿的人就中国人，然后投完之后他再引用说这个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这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很常见的手法。所以在这一次战争，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中国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要把乌克兰的责任把它靠在这一个所谓新纳粹主义分子上面。它其实这个根本就不到百分之二的，但是他们把它讲成好像是整个乌克兰都是纳粹分子一样，然后再把它跟香港的议题做连接，去煽动国内的情绪。 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备份的时候，就发现，因为他们乌克兰这个新大车叫雅树营嘛，那他们针对雅树营跟纳粹这两个字，因为纳粹这两个字讲的时候有点危险，所以呢还故意把纳粹两个字在微博上面做审查，让他的声量掉下来，然后让雅树营这一个的声量提高。 所以，就整个在热搜上面，每一个人好像都在讨论亚速营。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大量的 YouTube 跟这个抖音的影片，说：“哦，现在因为这个热嘛，这个热，所以他们就做这个相关的议题。”所以，对海外的这个资讯的扩散，全部都是在讲说乌克兰怎么去挑衅。 乌克兰怎么用这个纳粹的方式去迫害这些讲俄语的人民，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出兵。这个在台湾特定的一些群体对这个言论是非常相信的。那台湾当然也有很这个，当然不一定是在地协力者，但是就是本来就亲中的一些议员啊、政治人物啊、立法委员啊，就把这些做成影片，而且他的流量观看非常非常的高。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中国在一开始他想要去洗白，或者说想要有一个和平的一个假象。 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会不想要一开始就很明显的偏向俄罗斯这一边，所以他做一些比较软性的，譬如说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譬如说他们战争前几天的时候，专门是在做总统怎么安置他的家人，总统怎么逃跑。 因为他们真的也认为说这个战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会结束，所以他想要把这个总统逃跑的形象升值在台湾人的心中。那下一次他在打台湾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哦，蔡英文也做了跟这个乌克兰总统一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对于他们，美国煽动，也就是说，西方的势力才是真正导引这一个战争最主要的原因。这一个的论述，他们一定要把它踩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大量的不断的制造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他们平常已经培养了，我们至少观察到有四五个不同的阴谋论。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要 pick up 哪一个阴谋论的问题。那我们后来发现，他们在战争前。 大概三月一号吧，我觉得大概一个礼拜之内，他们就已经定调了。就是在这个，我因为微博这是大 V，他们一开始什么都会讲嘛，但是官方会慢慢收拢，然后定调，就是讲这一个。那他们讲的就是生生物实验室。 那讲这种生化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美国其实在这边挑起战争。然后再讲北约本身的责任，这一些东西呢，全部都是以中文世界大量的做散布。那它源头有一些是俄罗斯，但有一些就是中国主动出击，因为他必须要把西方世界的责任极大化之后，下一次他在讲台湾的时候，他也才可以讲。 譬如说，这个美国又资助了台湾的哪些组织啊？哦，去用这种沙文主义啊，去破坏讲中文的人啊，等等之类的，他们有很多的用语用个用法，只要俄罗斯用了，他们一样在台湾也可以做使用。 对这个，我我觉得好像台湾也有，确实你刚才讲到台湾有不少的媒体的名嘴啊，或者政治人物，实际上是大量引用了中国农场文的这些内容哦，在台湾散播。嗯、<哼>然后你的观察是，实际上这个阅读量或者是点阅力是很高的，然后也效果也蛮明显的。对，就像刚刚这个石板先生讲的，大概就是有，你可以到五五铺 但是五五坡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嗯、因为俄罗斯毕竟就是入侵的国家，如、嗯、果还可以看到五五坡，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恐怖的。就真的有、嗯、我遇过很多长辈，真的是在讲说乌、嗯、克兰为什么要提出那么多条件？其实现在这个条件来讲就可以谈和啦，谈和之后事情就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把战争那么做延续？就在责怪这个被害人，嗯嗯嗯、这样的论述在台湾是流行的。嗯、所以。 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担忧的事情是在于说，像这些农场文等等之类的，看起来这些农场看起来是平常都没有人上去的。嗯、但是中国现在比较擅长的手法，尤其我们在去年五月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手法就已经不断的在复制，就是他们这些农场，然后他们会创立一些粉砖。 这些粉砖可能就只有五十个追踪，六十个追踪，根本就没有人在看。但对他们来讲，这些粉砖或者这些农场的文章，它只是一个中继站，嗯、他们文章都长期先养在这一边，嗯、然后他需要的时候再从这边抽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每一次要做攻击的时候，就会从这些粉砖把这些文章大量的散播到我们 Facebook 不同的社团哦，譬如说。嗯 二手买卖的社团啊，哦，Costco 这个商品讨论的社团啊，哈，什么哦，园林大小事、中立大小事，一些在地的社团，那他们把这些文章丢进去之后呢，就可以造成一定的阅览量，因为这些社团本身就有好几万人嘛，那他们就有大量的，光是一个议题哦、喔，譬如说以高端作为一个例子，就单高单单一个高端的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七百多个账号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大量的散播到社团，然后社团你只要有加入啊，你在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那你看到又是一些比较软性的，就在讲这些阴谋论的时候，久而久之，在中文世界，如果刚好转到这论节目上面的人也在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讲的线上跟线下结合。我网络上看到的东西本来半信半疑，网络诶、欸，结果看到电视上面这个名嘴也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会 confirm 他这个 bias。 嗯、那到最后，他就会慢慢往这种对于西方世界的怀疑会慢慢的油然而生，然后最后可能就会倒向中国这一边。这种方法很成功，在我看来啊，在台湾效果也很明显。嗯、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呢？我觉得这个，我我觉得我当然是比较忧心了，就是说我们在。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早期会认为说，我们告诉大家这中国来的哦，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统战部里面最主要这个月论述是什么，就你在这边都看到一样的东西，这个名嘴也在讲，这个网络的文章也在讲，所以这篇文章中国分数哦百分之八十七，所以这样一般人会觉得说，哦，原来这個可能是中国要丢给我看的，我要特别的小心。但这一个做法呢，有一个漏洞，就是你必须要确认台湾人是很在意来源。 如果说我们做研究发现台湾人在看文章是不太在意来源的时候，那你再怎么跟他讲，其实对他的影响是不大的嘛。那偏偏这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灰心的地方，是台湾人真的没有那么重视来源。就比说，你就算跟他讲中国的，对很对，譬如说比较极端的人来讲，他如果中国来，他反而更爱看。那对于中间的人来讲，他说中国来的又怎样？我本来就应该公平啊，我这个多方的讯息我都应该要接收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提醒的效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来又开始有点转向。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这个敌我意识是没有提升的话，我们再怎么提醒大家，其实是没有用的。 那敌我意识的提升，其实真的要靠身体了。就是说，你要不断的接收这样的一些知识，哈，譬如说你对于中国要攻打过来这件事情的军事的一些尝试。那又或者说你平常要做一些哈急救啊、包扎的训练，直到战争离你多近。这种事情你越做，你越会感受到灾害跟自己之间的距离，然后才会感受到中国的威胁。 然后动作。我们再提醒大家说，哦，这个跟中国有关的时候，大家才会有警觉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从广一点来讲，因为一些讲媒体试毒啊，讲什么，我觉得很多的专家可能都比我更更清楚。那我还觉得，我还会觉得另外一个事情是，全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想法，大家对于中国在进攻这件事情，大家关不关心？这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就常常在讲这些东西，但没有人要关心呢、啊。 那现在是因为全世界自从从川普那个时候开始，真的就是大量的对中国有关注。其实中国现在最近在英文世界做这些报道，为什么开始开始慢慢减少？除了内部疫情之外，是因为被大家盯上了。大家都知道你在这边乱搞，所以他们就开始会慢慢不敢做。如果说今天只有台湾自己在应对中国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弱点。但如果是全世界，就是以民主。 正线联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话，那这个效果会差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其实蛮多的，就是国际沟通了，就是我们想要也做出一些这个指数啊，哈，或者说做出一些地图啊，让大家知道说，哎、欸，全世界中国到底在这边做了哪些跟在台湾类似的事情。所以你你们这些国家，你要有警觉。那当大家都有警觉的时候，这就永远会是一个很热的议题。那它会是一个热的议题，对台湾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對,对，石板，就你观察在台湾的。 媒体界、名嘴界、嗯嗯、这这些地方或者政治人物，嗯、对于这个俄乌战争的论述方面的这个两边的攻防战，你有看到一些什么特别的现象？那等于说我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嗯、当然有一些就是很明显是跟对岸的一个步调的讲的话，我我觉得有三点是比较他们比较攻这次俄乌战争的，就是一个是对泽文斯基的本人的他的就是形象。 就是他，首先他是贪污犯，他有很多钱藏在国外，他们家人就是从从这个论述讲嘛，这个是很难证明也很难证伪嘛。嗯，他说他海海外有一百亿，你没办法说他没有一百亿嘛。嗯，所以说这个呢，然后他是很无能啊，另外他为了个人的名誉，为了得,得个人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就把整个的国民推入战火，就是。 在这方面质疑他，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杀伤力是蛮大的了，嗯，这一个是第二个呢，就质疑美国是大坏蛋嘛，嗯，所有的东西就是美国，美国为了赚钱，为了、嗯、卖石油，为了卖,卖武器，嗯，所以说这是美国的逻辑。然后当时美国还帮着他做什么生物实验室啊，生物武器啊，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是坏蛋，嗯，这这这个这个逻辑、这个，这个其实也很难证伪，嗯。 就是你跟他辩论的话，你拿很多专业知识说出来，他他听不懂嘛。嗯，所以说这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战争中呢，乌克兰的军队实际上他们绑架了平民，让让一般的老百姓当人质，嗯，让一般老百姓受炮火的攻击，嗯，然后呢造成了大量民间人的伤亡，就不是坏人，不是俄罗斯，而是乌乌克兰。这个用这种逻辑在讲讲这三个事情，其实都是蛮有杀伤力的。 嗯，那么我觉得这种呢，将来在台湾，呃，就是说，如果说两岸不幸发生战争的话，他一定也用会同样的逻辑来攻击嘛，嗯，先攻击台湾的这个领导人个人嘛，嗯，他的能力的问题，他的品质的问题，他的财产问题，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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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一定是美国坏蛋嘛，嗯嗯嗯。嗯那美国的这这个就是说，然后还还有一个就是，一旦发生这种平民伤亡的话，哎、呃，那是台湾他们把这平民当人人质。 在平民放在这个军事设施的前面，有意让这个平民受到攻击。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应该事先想好嘛。就是我觉得总体分，析就从这几条逻辑，这几几条逻辑，我们想想办法，就是说怎样把它，就是说反驳它，或者事先就告诉大家，这个他们可能从这几条攻击的话，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免疫力了。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是有效的？确实，我觉得你这分析的很对，嗯、这三个方面的论述哦。<对>可是我注意到最近还有一些论述，<laughs> 比方说像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呃，一开始提到的总统逃跑啊，泽伦斯基逃跑。当、嗯、台湾有政治人物，就至于蔡英文会是第一个跑的啊，如果是共军进攻的话，嗯、那第二一个就是所谓的在台湾发动这个呃和平游行啊，嗯、这个说是这个呃。 蔡英文作为三军统帅啊、呃，会让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去打仗，成为炮灰。所以我们要发动这个和平游行，这个然后要要和平，不要战争啊、哦。那完全不管这个战争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也不管战争的正义方和这个反侵略方的这种呃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这个差别啊、哦。然后用用一种这个呃和绝对的和平主义的思想来这个来。来 来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但是我觉得这种这种嗯、呃、论述啊，确实对台湾一般老百姓是有影响的，是吗？我觉得影响是一定会有，而且对他们来讲，平常就是要铺梗，嗯，比如说对于总统的不信任啊，对于应该说对于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本质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嗯、是他们平常都一定要铺好的，因为他知道在战争的时候，这些论述都会很有用，嗯，那。 如果说在台湾，尤其是因为这会碰触到政治立场，那一旦碰触到政治立场的时候，嗯、我们在说服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变得非常的痛苦。嗯、就是说，他们就会讲说，哦，那你会不会是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打手，所以你才跟我讲这些事情？嗯、所以在沟通上面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了、啊。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毕竟是一个言论市场蛮重要的一个社会，所以就像。 刚刚提到，虽然我说五五坡其实是蛮恐怖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在看中国的网络世界、马来西亚、新加坡跟台湾的时候，台湾毕竟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会做反对的论述。嗯，那如果说一个谣言出来，其实我们要怎么让它？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谣言要把它止于智者，就是在一开始不要让它发酵，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你把谣言打散了，但是因为大家都进来讨论了。 所以大家都进来讨论之后呢，它的那个效度、信度反而就是整个掉下来，嗯、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啊，很多人就说，诶、欸，这个不是这样啊，那个不是这样子啊。嗯、那其实，在民主社会里面，它很容易被消灭。嗯、但是偏偏就是在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嗯、所以假设大家平常没有做好练习，或者大家对于事实查核、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越来越高，结果到做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没有时间跟你做民主的讨论。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欸，台湾最近我们用这种民主的制度去对抗假消息，有一定的成效。诶、欸，是不是很多国家要学习？没有错，就是。 在现在成平时期，很多国家可以学习台湾的经验，但这个经验没有办法直接复制到战争上，而且战争的假消息会比平常多千万倍，因为战争就是要假消息，平常不一定要假消息，平常只要阴谋论哦，就是无法证伪的这些事情其实就够了，但是战争就是完全的假消息，那我们如果平常。 熟悉这个讨论机制，又没有办法，因为在战争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这真的就是平常我们要先想好，我们一开始要先知道对方攻击的线可能会有哪些，他能够挑选的，譬如说五种不同的假消息会有哪些，他可能会使用哪一个。然后我们对于视察中心如果不够信任的话，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还是说我们要去重建这方面的信任，都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课题。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现场。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我最近也看到蛮多被批评的状况啊，包括他人员的组成，和包括他最近一段时间查核事实的内容，呃，都有很多的这个呃被批评的地方。然后包括他对于中国来自中国假消息的这个。 查核的速度也是大家有很大的批评的这个状况。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所谓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最近有那么多的批评声音出来？我觉得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我我我们认识他们也蛮久了哈。那其实台湾的事实查核单位有不少。那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其实说真的，他们其实是什么样的立场的，都会去查核。 那他只要查核了 A 立场的，就一定会被 B 批评；查核 B 立场的，被 A 批评。所以他们一下被说是中共的同路人，一下又说是民进党政府的打手。他们其实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接过。那这是所有全世界的事实查核中心都要面临的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台湾的事实查核没有办法让大家那么普遍的信任的话，其实我觉得信任对程也没有那么低啦。大概我觉得四五成一定还是有。那台湾其实是有一种比较去中心化的事实查核机制，因为台湾做事实查核的机构还有 MyGoPen 啊，还有这种。 大家一起集体回报的，像 CoFX，那这个在乌克兰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是有集体回报系统，台湾是平常就有在做，所以这些不同的，大家可以去选自己最信任的来去做查核。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去中心化的系统至少可以把事实查核这件事情稳住。但是毕竟这个台湾人民，就算就是我们之前有做一些调查了，他们自己市查核中心也有做调查，就即使对事实差额中心的信任是存在的，大家其实没有那么习惯做事情。 那大家不习惯做事实查核，那你就算把这个信任机制建立了，那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其实台湾在这一方面蛮多努力要做的了、嗯。那谢谢，那些的时间，嗯、谢谢大家，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